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Gen Z 48 Team G 的张琼宇。今年总决选，我的目标是……算了，先给大家带来我的才艺展示吧。其实呢，有一个秘密，我隐瞒了大家5年，我觉得今天得告诉大家，那就是我会魔法。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展示看一看吧，瞬间移动。再给大家表演一个分身术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这5年一路走来，我从第7到第6，到第11，到第9，再到第5名。每一个位置的风景，每段旅程的回忆，都美丽又难忘。谢谢你们一路陪我一起走来，给了我很多快乐、自信和安全感。所以今年我在现在的位置，要向自己发起挑战，带领着精神小伙们向前冲击，一起去到更高的位置闪闪发光。今年我总决选的目标就是 Gen Z 48 御三家，世界的48种可能，我是种花得瓜的可能。